好武功来就要上台大的武侠课。台大文学院副院长徐富昌他开了这么一门侠义文学的通识课程，把武侠小说当中的爱情模式、武功招式还有人物设计当成的教材，吸引了超过300名的学生抢修，而学生呢把教室前后的空位呢还有走廊全都挤爆了，还有成功高中的学生就背着书包特地也要来听一下。